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做个黄焖羊肉，我们先给它焯一下水。倒点料酒，下点生姜，把浮沫打一下，锅中倒油，下入鲜料，尽量多炒一会，把水分炒干，把羊肉炒香。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倒入开水，加入半碗黄酒，加入少许生抽、少许老抽，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。现在肉已经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加点盐调下味。